鱼们这个。你在干嘛？在打铃铛。你在干嘛？在做披萨。什么的披萨？夏威夷。是吗？你喜欢吃的夏威夷好不好？好啊。有什么？有熏鸡肉、洋葱、凤梨。耶，凤梨。这个是会康熙的气质。姐夫，你番茄有吃哈？在你。这是什么鬼？没有满油，太快，滴滴加速，太熟了，太熟了。再看看呢，就是那什么车，我们。等你选到中的喽。北角跳桥。
我们一起看上面。你要选什么？